者王新宇台北报道，梁老音推出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，首播主打还好，远赴里斯本拍摄。他在 MV 中饰演失恋女子，分手后独自一人到约定好的里斯本旅行，因为太过入戏，让他忍不住偷骂男主角真是个坏男人。梁文音透露，要把痛苦的滋味转化成祝福，真的很悲伤。男主角真的演得太好了，对我已读不回，我演得超级揪心。虽然 MV 中遇到坏男人，不过现实中的老公却是爱心一族，之前还贴心送上生日惊喜，让梁文音 baby 哭。梁文音特别在 MV 中展现私下拿手的厨艺，成果也被工作人员扫空。她更分享与老公间的小情趣，再怎么忙自己老公的为自己顾，我老公每次都会去超市买了一堆菜回家直接放在桌上，我看到了就知道原来是要我煮菜，他也算是主动出击，相当恩爱。梁文音为新歌还好，远赴里斯本拍摄，环球提供。梁文音为新歌还好，远赴里斯本拍摄，环球提供。梁文音为新歌还好，远赴里斯本拍摄，环球提供。